七妹，阁留落来陪我好。国川，我应该来走。七妹，我已经甲你讲遐多啊，你还是唔肯原谅我是？就只讲我肯原谅你，我四个大兄，气笑话大嫂，伊拢无法度原谅你。国川，我袂用阁向你自私，我已经徛在恁的弟弟。 有很失笑，咱已经20多年无见面了，见几百面，讲几句话，你就想要挽回一切，那是无可能。就是你，弟，你哪里家？佳佳，文杰，你是安怎死的？我。 文杰为着要救我，咧工地捡联络的物件弄伤啊。若不是文杰，本来受伤人应该是我。代志是安怎发生的？啊，都远山去找文杰护驾，要邀请伊去明远上班啦。文杰唔肯，因阿都冤起啊。后来物件拢位顶头联络啊。这是意外啊，还是有人设计？ 是意外啦，迄个工人过落来一直回失的，讲伊后悔，伊嘛要赔偿。佳佳，文杰为着你受伤，你要好好照顾伊，知无？我知啦。文杰受伤，这件代志对阮来讲，无定就是因祸得福。 我拢办好啊，咱随时来转啊。你，这阵要真多谢你。若不是你安尼，日间会咧照顾我，我的脚嘛袂好要紧。阿嬷，你嘛安尼讲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啊，当我要出院啊，啊，你厝内有啥发生？ 我当然嘛是爱等于公司上班。以后你若是有闲，你嘛用来看我。你咧，那你以后有啥物拍算？原本我是甲某因住斗阵，但即马因大家住入来哦。 我一个人伫咧出出入入，我感觉袂离变，所以我想要搬厝住一个所在，做一下孤儿人咧，有决心要离开兄弟人，迄款行行行行的日子，手脚随手。要重新过新的日子，并无遐尔简单，你有心理准备。我知影。 只要肯打拼，唔惊落歹行。我若迄个决心，我相信天公伯会听我。阿嬷，唔管你去到倒位，你应该拢会甲我联络啦吼。安怎？你无甲我当作是你的朋友？ 我原本安生讲，我要一世人，家一个孤单孤单过日子，无安生要娶我。但不过落尾啊，我熟识到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对我真好，啊，我嘛感觉讲，我愈来愈离袂开伊。 你有女朋友哦？
我嘛真介意。若有可能的话，我足想讲，看会当两早甲求婚袂？啊，你嘛知影讲我的人都安那，好听的袂晓讲，啊，人嘛唔知答应袂。你是一个好人，可是伊若无愿意嫁你，伊毋可真正是一个戆人。不管安怎，我祝福你。丽丽，什么代志？到底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啊！要不无要来走啊！你这阵啊，我请你煮的菜，吃较真关系。你敢用你，逐工煮菜我吃，啊，逐工替我洗衫，啊，搁有。参我生过遐，上好莫过小丽丽。我是想真久才敢开嘴的，你好无？你是讲结婚啊？你这句话已经等真久啊！阿嬷，欢迎你回来。莫哥，欢迎哦！阿一个呀！阿嬷，现在的医学真进步啊！想不到你脚好的这么快。阿伟完全好了呀！哎呦天！好啦，咱来坐讲。我阁爱记你哦，迄福建哦，还有真大耐心，真辛苦哦。要唔过我看法中，让你感觉你是 no problem， 无问题。哥，一会我替你称，送我弟弟。弟，多谢。阿嬷，欢迎你，登岸名媛。咱做伙打拼奋斗。是啦，头路的代志你免烦恼，袁生已经给你拢安排好啊。阿嬷，阿嬷，袁生替你安排了工作，我跟康巴丁呢替你安排了住的地方。哎呀，莫哥，我唔当兵吼，住咧罗汉寮啦。阿姊妹，你加几份？住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？唔对，三个罗汉卡啊，唔是。三卡欠一卡，恁大家好意哦，我真感谢啦。啊，不过我袂用接受咧。我是安那啦，院长甲安排工课，我真感谢。恁叫我去大罗安聊，我嘛真甘心。不过，嘿嘿嘿，不管怎啦。我袂做罗汉家，我要甲丽丽结婚啦！结婚？莫哥，歹哦，有实力哦，连大夜时间拢无甲拍算去，哦，迄口车袂做，坐喷射机咧，速度嫌慢着，随娶某随入户口，嗯，我看哦，免十个月。老爸讲话，你要做老爸啊！我超期待你的朋友。你看嘛，中头你是咧，你三转，你要告别讲啥啦？卖俩小皮奶，莫哥，无甲我含当别人吃。哎，我不必了啦。40岁的男人呐，剩一张嘴，我都50多了。阿莫啊，打架是第一名。
想不到追女朋友你也是第一名，真是挂不出来哦。弟弟，我真正好好跟你说多声，有你照顾我哥哥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我本来也准备要做罗汉卡做一世人呢。罗汉卡做一世人，我都无咧抗拒，过去是我袂瘾娶。有真侪查某囡仔嫁翁了，看到我拢真后悔，嫁唔着翁，都唔捌报你咧，你这人个老阿婶，你等下。哦，臭婆，对对对，是我捡着宝。对对对，是我捡着宝。哦，真正是正港的，你欠够者，可以小宝哦。啥？阿嬷要结婚啊？对啊。这个阿嬷甲庄师妹迄个秘书，你哩要结婚啊？会当的，阿伯来甲恭喜一下，好。结婚有什么通好恭喜的？免结婚，就袂离婚啊！结婚是痛苦的，结婚是一种拖吧。哎呦，当娘啊！啊，你来啉咖哩啦！来啦，起来，起来。干好未？无你的代志。老文，你跟谁去？我跟谁去？哎，你管哦！你个相片，过！你不是真无闲？你无闲，我就去饮酒，去跳舞啊！我是人去，你嘛一定知影。你到底是个相片？滚出来！爸。我甲江海大哥去饮酒跳舞，安尼你满意无？你谁人要跟伊去？谁人要跟伊去？哈？你你管啊？是你去找伊，还是伊来找你？敢有差别？为的是我甲伊两个人斗阵。你是超故意要污蔑我对无？是该安怎啦？我也无跟你结婚，你哪有什么资格来我打我？我着互你看，我有资格无？啊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？我无跟你结婚，你哪有资格来我拍我？我着互你看，我有资格无？大伯啊，当娘啊，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，手放落来啦。啊，这江海哦，暗时无熟识啊，拢甲己个人啊，对无？啊，用钱哪要紧啊？啊！好朋友，好朋友怎牵手？我唔是你的牵手。你著家己晓拍无？你有才调，你去拍江海啊！来，你陪。哎，大家。你从一入门就一直甲我饲，一直饲到即久啊！张亚文，甲你去跳舞、啉酒对无？是啊，安怎样？
伊是我的人，你是安怎带伊做算？伊是你的人，黄玉成，你莫笑死人啊！王亚文是去予许文杰离婚去的某，是安怎我袂用甲伊饮酒跳舞？你，好啊啦，莫安尼啦，哎呦，大家拢是趁钱合作的好兄弟啦，啊一个是我的大的啦，啊一个是我的党的啦，虽然袂当共用一个七啦，也毋过你会当共同饲我这101总瓜对无？哎呦，莫为着一个查某啦冤家啦，出去笑死啦！哈哈哈！哈，熟识你遮久哦，你即句话讲了上赞。黄玉成，王亚文是安怎来找我啉烧酒？这个问题你应该家己检讨，不应该来问我。王亚文即卖是我在大企业家的事，你唔通袂。你是一个黑道通缉犯，无应该甲亚文哥哥缠。我是黑道，我是通缉犯，是阁安怎？啊！你唔通袂记的哦，今仔日你会变成是大企业家，拢是靠我这黑道甲你牵成的啦。你出来，我分你钱。也毋过我的查某人，你莫甲我顶当。啊！你唔是甲客户约好要开会，时间未晚，紧去啦！行啦，未晚。哼，趁钱还要紧啦，莫讲遐啦吼，起来。大，歹势呢？我替伊拍天下，伊竟然为着一个查某来甲我拍钱，就是讲的，大呀！啊，当时你若是栽培我吼，今仔长青当处这个位啊，就是我咧坐啊。啊，不管你要爱啥物查某，古仔你讲出来，你敬啦。包括我们水某吼，嘛是不要紧啊，对无？一块七啊元，这条蛇我一定甲记的。是啊，想袂到一块七啊元，竟然敢甲你比面，大。若是要讲王玉成这个人的人品哦，当时伊对跨国团的时阵啦，表面顺从，私底下反背啦，这个人，你也较细心。敢讲你都无反背跨国团是？我，大爷啊，我会反背跨国团哦，是因为我对大爷死忠啊。我搞好文这些人哦，绝对无可能反背你啦。我若反背你哦，火车路虎你讲下啦。歹势，我讲了，想起讲唔对，应该是我来反背你吼，我出去哦，互火车咯，互雷公卡啦。志柔，妈妈就想你。妈妈在你的身躯边的时，不管有多痛苦，我拢会当承受。若看到你在笑，妈妈就足欢喜。也毋过今仔我无在你身躯边，妈妈就敢若是无魂无体共款。妈就无快乐的，爸爸袂疼妈妈，也毋过妈妈就想你咧。叫我带你回去啦。
是安怎啦？哦，你是王秀囝哦，张少伟，我有今仔日，拢是你造成的，伊还搁家己在遮讲话。当然嘛是我造成的。 我进前叫你总经理夫人，即摆叫你当牛了，你升官，迄当然会好啊。你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哦，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啦。当当时咱就讲好啊，你、我、江汉三个人分苦果断的财产，一个人三分之。啊，即摆咧，我半仙就无分着啦，啊，你继续享受你的外好贵啦。 啊，你讲咧哈，你作何多端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<笑>你哦，免在咧姑且比无买啦。行行，咱即摆来菜市啊，来问人看卖，是看你王亚文较歹，还是我江浩文作何多端啦？欸，所谓代志你有哪分哈？欸，莫安尼啦，莫随啊拍随啊啦，咱即摆。 穿工一领裤，你知无？唉，看你这伫遐受风受惊哦，甲你讲一个消息啦，许文杰受伤啊啦。姐，请你话。多谢你。 奇怪，这好你抱，伊都袂哭，伊敢若甲你上缘。这当然咯，我看志豪嘛愈看愈介意，伊足古锥的。我唔过，我看伊嘛足可怜的，遮尔细汉都无妈妈，伊毋是无妈妈，伊的妈妈伫遐。 志豪，这样你够追，你妈妈哪会甲放生？你妈妈是一个大歹人，我讨厌伊，忘恩伊。我，阮爸爸，还佮志豪，阮三个囡仔会变到安尼，拢是为妈妈得意。 我是专工来看你，我对你讲这么多，敢讲你拢无听入去心？我有听。那安尼，你是不是肯谅解我？我需要时间。七妹，你对我是不是一点仔感情都无啊？人是感情的动物。 我对你咩人讲无感情，只是人的感情会改变。我对你的感情，为二十多年前的最爱、奉献，一直到二十多年后，失望、怨恨。
噶即摆我对你只有同情。我无需要你的同情，我需要的是你的谅解。假使我若无谅解，其实，就算讲你谅解我，我也无过去的事业甲财力。我爱你谅解我，我是希望在我的心灵上能得到解脱。我无希望我过去所做的罪孽，判我后半世人。其实，你唔肯谅解我，这嘛是应该的。我根本就无带你原谅，姊妹，当作我无来，当作无我讲过这话。对啦，多谢。听讲你两个要结婚啊？是。是啦，董事长，今日是专工要来向你报告的。恭喜哦！多谢董事长。阿嬷，阮丽丽是一个足古锥、阁真有能力的查囡仔，伊要嫁你，你就要好好疼惜伊，唔通辜负伊哦。董事长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丽丽肯嫁我，算我福气。我绝对袂对不起。阿嬷，你若结婚了后，两个翁仔某来公司上班，我来安排好无？董事长，你的好意我真感谢，不过。董事长，阿嬷伊的个性，伊一直想要靠家己，伊无接受别人的帮助，所以。阿嬷。啊！恁两个翁仔某来公司上班，逐工会当斗阵，而且嘛会当甲远山斗三工，安尼敢唔好？董事长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实在吼，我有别项拍算。哪里？我甲丽丽吼，有一项代志想要来拜托你。你做你讲啊。董事长，因为我妈妈无法度转来台湾，所以我就想要拜托你。做阮的主婚人，讲什么拜托？你著敢若参是我的查某囝同款，你若无我做主婚人哦，我阁生气嘞。安尼多谢董事长，啊无，阮的代志，阮先来走。好啦，啊恁结婚足侪代志爱传，恁做恁去无用。啊，董事长，歹势，我来请问你，拄只考古团是安怎来找你？伊是来找我开讲。最近变真多，伊对伊较早所做诶代志，伊感觉真后悔，来求我谅解伊。董事长，人讲三考二胜难解，人心地内，考团这个人真阴天，有可能哦表面上改过，心内暗在咧想啥独步诶。人性本善，我相信人是会改变诶。搁再讲，带动较早诶感情，我愿意相信。我是感觉说伊。阿嬷啊。咱就莫阁叫董事长啊！哦，多谢你提醒我，我家己知影要哪做。我董事长再见。恁去无用。结婚是人生上幸福的代志，只可惜。我一世人都无法度享受结婚的幸福。墨雨，好看无？真水啊，真水啊！这次做哈你的？真是了，那呢，我就拣一束哦。阿嬷，这束敢有好看？这束水啊。那呢，我可以去把束看卖。好好。妹啊，妹，再坐一下，我问你。我看你心情无通好，
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卖问啦，我家己好处理。是不是恁大家要甲你邓华那讲，我袂甲你徛？我不应该批评徐大人，也是卖讲啦。你安尼讲是无唔对，咱做事事不应该批评徐大人。但是你若无讲出来，阿兄看你受委屈，我心肝头都艰苦啊。讲出来，阿兄听我卖咧，阿兄通啊替你想办法。无法度啦，细汉的时阵脚步打叉，现在要回头已经袂赴啊。阿兄大家哪会知影？我换衫的时阵，伊看到我肩胛头的赤红，讲我是黑社会流氓婆。真正安尼讲哦？啊，咱的过去袁山也毋是你毋知影，但伊都肯抓你啊，伊应该徛在你这边，讲一寡话开破因老母听毋才对。伊是徛在我这边听我讲话啦，伊嘛骗妈讲，我是为着要甲我肩胛头的太子砍的，才会差一尾红。盘古开天哦，大家新妇哦，都罕有一对好的，你都无法度哩。啊，过一阵要看安怎啦？我若正经袂用你哦，我再来前山讲看卖。看到这什么新妇，四界安尼欢欢喜喜，拢也袂拼都袂。咱两个变卦。啊，伤心的，伤心的，着你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水呢？这是啥？罗马婆做媳妇，我爱阮媳妇是罗马婆，袂用。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，我希望大家互伊有真好印象，唔当有任何的差错，对无？龙蛋，啊，条条妹，你的资料准备了啥款？你放心，拢准备好啊。啊，搁有来看袂到，开会爱的物件，啊，搁有每一个人回答的内容，敢有白练过？Of course， 一切 OK。这边阿多阿是真介意的，是咱文创外系的零件，所以才给咱代理这个进口电脑软体还有零件。来趁这签约的机会，丰富咱产品的多元性，来利用咱这个运送的管道，搁冲一下。我相信啦，机会真大，大家加油！明年，明年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位太太，啊，你肯定钱还袂花？想讲坐车爱钱？当然嘛爱钱啊！你看到这无？你抬头要创啥？赶快！一零六八三东北。现在开始进行签约。
老乡。无正常，提到后背太人，是不是你？你想妈妈，请恁跟我去警察局作弊了。母仪，母仪。妈，林姐。你头头发太过，太过，有毛不？母仪。妈。我在母仪。孩子。好啊，本先生，你会当带你妈妈走，以后莫让伊死个走。若是阁发生这款代志哦，阮定爱强制甲伊送去疗养院。我无。妈，好啦，袂啦。小姐，来等哦。医生，是安怎啦？罗马伯，你先上刀，你来干嘛？你莫安尼啦。上刀啊！妈。包括你咧变潮的时阵，跌个三度。你想想怎做？你拍新妇，你把他抬掉。罗伯伯，我要叫袁生跟你离婚，跟你离婚。妈，别安尼讲啊啦，来转啦。罗伯伯。好啊啦。跟你离婚啦。这个方远山啊，真正是见笑。伊妈妈提刀啊，弄伊公司要杀新妇啦。佮讲墨鱼啊，较早是罗马伯。吼，夭寿，真正侥幸就对了。啊，竟然敢来出看新闻，咧社会版。啊，这毋知看五六版才对。哎，照安尼看起来，远山伊妈妈敢咧真怨恨墨鱼。大，我知你咧想啥货。你即摆咧想讲，予莫伊赶紧离开方远山。这莫伊也离开方远山啦，因大阿母就对咧离开。只要阿母离开方远山，以后咱要对付方远山就较简单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无毋对。好，我随来找方远山因阿母啊，开讲者，予伊变莫伊赶紧离开方远山。莫雨啊，对今日开始，阿莫就有人会当家共同生活。是啊，我上惊伊唔娶某啦，后摆公妈吼无人拜，即摆总算会当帮爸妈一个交代。好啦，时间差不多啊，赶紧来。等咧。妈。不，啊恁全家咧要去倒？妈，我要上班啊。我变少诶，我平常时也毋捌看你穿裙啊，啊两只脚脚尔歹也敢穿裙。云山，你是毋是要去佚佗，带我去啊？妈，我毋是要去佚佗，是莫云哥哥阿母甲你结婚，我要去斗三工啦。吼，有人娶某，迄个红星啊，啥物我去？因为人伤侪啊，惊无方便啦。人侪哦。你啊？妈，是你陪我去对无？妈，唔是啦，佫讲唔是，罗马伯，你唱倒来代志，我也袂甲你算账的哦。恁佫结婚，佫无让我去。妈，我唔是无让你去，是阮真正袂赴啊啦。哪会袂赴？我装一个念面好啊。阿春啊，来甲我洗枕头，快，快紧的，走啊！妈，你好，我照顾头家妈，我要出去。我坐啦，放心啦，哈。拜托你。
哎，还拍马干么？无法度啊，结婚的场面啊，万一妈那安尼吵起来，咱是要怎去点点？安尼嘛好，不然进来。阿嬷，你伫妈妈无法度来台湾，但是又寄一封批叫我读出来恁听，替伊做见证，恁两个爱怎么做片？阿嬷，今日我放心，把我最心爱的查某囝莉莉交予你，是因为阮莉莉已经会晓用智慧做伊家己的选择。 我虽然人是伫咧美国，但是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台湾妇女。我对你的骄傲是，阮丽丽绝对袂要求你替伊洗衫、煮饭、做厝内面的工课。我对你所希望的是，毋通袂记你爱定定牵阮丽丽的手。台湾人称呼某叫做牵手，我感觉即句话非常的有道理。但是阿嬷。 丽丽，伫恁结婚即一天，我要送恁两个一句话：会留伫你的身躯边，定定甲你冤家的人，才是上爱你的人。人伫咧讲无冤无家，不成夫妻，翁仔某无可能无冤家。但是当当恁冤家的时阵，心肝仔爱想，我是为你好。冤家的时阵。 千万唔通讲我歪插你，妈妈祝福你，就叫改闹。但愿恁互相牵手，互相陪伴，行完人生的路途。 在人生的路途中，一定要互相支持，一直相牵手，千万唔通随便讲分手。我祝福你，永远相爱。 Thank you.
你好。你要找啥？啊，我要找彭太太啦。哦，彭太太无伫个哦，你有啥物代志哦？哦，哎，我是来送礼。送礼哦，要来送礼哦。嘿，好礼拜。哦，下礼拜。多谢。阿姆，你好，我知影你就是彭总经理妈妈对无？正暗，阮囝姓曾，是曾总经理。哦，是的，是的，诶，是曾总经理。阿姆，恭喜哦！无代无志是咧恭喜啥？啊，着恁新妇啊，墨鱼因大兄要结婚嘛。你莫搁讲着这个人哦，讲着这个人我就足气惨的。你若要送礼吼，你着听下阮远山，把迄墨鱼离掉，要搁娶别人的时阵，你再来送礼啦。哦，阿姆，我知，听你这个口气哦，你真无介意墨鱼这个新妇对？来啦，你真巧呢，你哪知？哎呦，你也看麦，报纸写的啊，我专工留落来做纪念的，你看。是安尼啦，谢谢啦。方远山伊亲生妈妈也倒阿要胎新妇，方远山伊亲生妈妈是痟的，你就痟了，上痟。好，嗯啊，这报纸刊到这大片，白纸乌字呢，敢会骗人？我唔是痟的咧，我唔是痟的啦，我唔是要胎伊，迄是藏咧图啊，才阁有恰灵恰风。我是要提起问伊，人咧讲吼，敢做就敢担当啦。啊，你若唔敢承认嘞，明明就是你爷在要抬新妇啊！你敢抬来哦？吼，嗯，我一人抬来够使路用啦。即摆这个话题吼，大家伫外口讲假呢，讲你是歹大家、歹老母，爷在要抬新妇啦。不是，我唔是歹老母，我唔是歹大家，我不是抬。相公，相公，我知，一定是墨鱼讲的。墨鱼讲的。是啊，嘛，你会记，迄天啊，你有警察来去派出所有无？这一定是墨鱼报案的嘛。一定是，派新妇，罗马婆，待我挂住，给挂住，挂住。好，嗯嘛。人红亲无亲呢，你老婆啊怕死恁啦，你哦拼袂过新妇啦。谁讲的？谁讲我拼袂过新妇？唔是你咧气我，我叫远山甲离婚，甲离掉。哼，你老婆啦，真正唔捌世事，哈，啊伊难出去咧，啊你唔使用，啊。出去，难出去。我都举只手手，啊！你给我放出去！想起笑，给我喊！闭先怎样啦？你家己看，讲我歹大家，讲我要甲抬。这不是墨鱼讲的，报纸乌白乱写的啦。你搁在阿抱伊？我爱伊随甲伊离婚哦，你随甲伊离婚。妈，莫老叫。妈嘞！妈，别叫啦，我不承认你是我的媳妇啦。是的啦，我承认我今仔头有车祸，
房间的灯啊嘛是我藏的，不过迄拢是较早我细汉的时阵毋捌代志。你讲啥？妈，你这个哦，这。我讲哦，阮曾家吼绝对无要承认你这种身躯顶有赤凉、赤风、罗马布做新妇啦！你出去，你出去，出去！妈，我。那是过去的代志，莫雨已经改了啦。改，改八摆嘞，改，反正我都无介意伊做我的新妇。妈。安怎？你这么为伊好？我问你，你要娶某还是要娶老母？不是啦，妈你。当然不是。我，好，你要娶某，不爱娶老母。你若要娶，我烧你，我烧你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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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卖安尼，我烧你。你卖做，你卖做，你。我来走，我来走，安尼唔多好啊！妈的，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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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伊！妈，是的。你死，你死，你死！真正无爱听妈妈，你真正无爱听妈妈，你真正无爱听妈妈哦！你真无爱听我，你真阿哩不咯？妹。墨雨，你慢走啦！墨雨，墨雨，墨雨，我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，将来都莫有任何怨言。我也是无法度改变你妈妈对我的看法。这款日子是要哪过？墨雨，妈妈讲的话，你要藏在心肝内嘛。你嘛知妈妈伊的精神上，嘛是无稳定的时阵啦。你免替你妈妈解释啦。对我的代志，伊是真清楚。若无伊袂讲我这么清楚，这么分明，伊才会坚持要赶我走。妹，你是我的母，伊是我的妈妈，我应该分开二十外年。不管即摆身体安尼，我当然希望伊会当留伫我的身边，我好好友好伊。我是为伊好心，所以请卡忍耐好无？我是你的母。不过我是伊的新妇，不管我做搁较济搁较好，都袂堪要伊一句话。伊妈妈突然间出现，虽然我一直忍受，啊，不过伊嘛是无法度接受我。我吞忍有够久，有够济啊！自细汉到大汉，我是互阮爸爸妈妈搁阮哥哥疼命命。从来都唔敢有人安尼拍我、骂我、侮辱我，我实在无法度搁再忍受啊啦！我决定啊，你要做你的后主，就无需要我这个某啦。墨雨，墨雨，哦，已经困了，来来来，哦，哎，哦，哎，啊，哦，乖乖困。爸，我要来上班了。嘘。至少比困了较细声嘞啦。哪有啦，目睭都金闪闪。来，爸，我抱者。来来来，哎，较细点，较细点。至少爸爸抱哈。哎。至少。有记啦，外口天气真热，做工课的时阵较细点就知影。为着生活，为着至少。搁较艰苦，我嘛着爱做。自从爸爸失败以来，你为这个家庭这么辛苦，我搁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爸爸是真后悔，当初若顺你的意思，予你娶英华，莫逼你娶雅文，而且今日代志嘛袂变甲安尼。爸，你莫遐尔啊自责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你事事行行拢甲我烦恼啊好势好势，唔甘我受风受雨。虽然咱即摆变甲安尼，但是我顶多要感谢你，好好有一个会当去外口磨练、成长的机会。过去就会过去啊。虽然咱即摆环境较艰苦。
但是咱三个人过得真平安，敢毋是？尤其是咱两个爸仔囝的感情愈幼愈坚，我感觉真有价值。这一切拢为着囡仔，天下父母心。饲囝才知父母恩。爸，我即摆一点仔都无怪你。真实的，我一点仔都无怪你。志豪，爸爸要上班了，你要乖乖跟阿公在厝的。唔通吵，唔通闹，知影无？哈，来，爸，爸，我来去啊，来睡你哈，我知影。看无过这尔辛苦，为这个家庭伫咧付出。一点仔都无法度斗三工，敢若差像一个废人共款。袂用的，我爱振作。啊哈！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。哦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你夹牌啊，然后等好好先。你要来应征的？啊，嘿啦。啊，我阿姨娘在用的未？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啊，多谢哈，我试看卖。以前是大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想不到即摆竟然替小建设公司伫路边贴广告牌啊！这个人，这个人敢不是许国传？亚文啊，咱出来外口看下。Hello， 考，考官团啊！哦，我咧这条天气啊，排一个囡仔呢，啊，佮举一支牌哦，是讲举一支牌要创啥？啊，我知。天气热，举一支牌啊，家己来会好，对不？郭董诶，以前是真嚣摆，即马奈穿甲安尼啊，啊？哎呦，当然啦，人咧讲啦，嚣摆吼无落皮久啦，啊，进前嚣摆二十多年啊，但我看即摆吼，你绝对爱衰30多年哦、喔。郭董诶，代念我以前是你诶下骹手人。你有把我当作狗来看待的情分上，回来澄清啦！我给你安插一个职位，予你一碗饭吃，我嘛会把你当作是我的狗，安怎？是啦是啦是啦，啊那你哦，上适合做狗啦！啊你若跩着去咬阿母，还是咬方远生咯？我话你啦，我送你一支骨头去啦，安尼好不好？爸，天气真热，你先回去啦。我才有淡薄仔钱，你先提起。我考考团无需要靠人施舍，把这臭钱摕走。阿诺，嫌钱臭着，才有骨气啊！哦，钱啊，我操，我上爱的，啊，夭寿啊！哎呦，
考骨团啦，你哦，老骨顶空空，老皮咧未过风啦，你会卡咩咧吹风跑进呢？囡仔，这细汉，伊敢会卡咩？哦，爸，你也是将这个钱收落来，这个钱是要给囡仔买牛奶粉的。唔免，靠阿囝孙，我家己会饲，无需要人用钱来糟蹋。卖这咧顾面子啊啦！既然已经来遮遐广告牌啊，讲民主有啥物路用啊？啊！志豪，闪啦！无需要你咧惊好心啦。亚文，你来看破，想要治囡仔吼，咱两个较拍拼，想要治几个就生几个啊！哇，考考团啊！你这尼啊老啊呢，搁这尼啊凄惨落魄，火气搁这尼啊大，啊无你即摆是安怎啊？江浩文，你靠站在了，恁即摆上好甲我马上离开，啊那无对你无客气。江浩文，呀。现在不叫我踢球啊！看我这摆在你落票，我都唔相信到高团，这世人拢无在了，搁翻身。顶地啦！多谢你送我回来。爸，你这陈金小姐，哪会来我们这种散车所在啊？文杰，永无礼貌嘞。爸，你安怎？爸爸看你做工过遮辛苦，想讲要甲你斗三工，啊，毋则想讲出去外口找工过，啊，找到一个建筑工地伫咧路边遐广告牌啊，去予江浩文甲黄律师因看到，啊，毋则，伊是毋是爱欺负？无要紧啦，好佳哉有装修才送我转来。所以对人讲话明无礼貌嘞。曾小姐，多谢你。文杰，我甲娇娇虽然之前对你的态度有较失礼，啊，不过我也搁知影做人的伦理，希望你莫误会。你莫安尼讲，爸。伊是安怎欺负你的？黄律师甲江浩文讲话口舌话，啊亚文是摕一沓钱，要来糟蹋我，实在是真过分呢！我来找伊算账。不给。啊哈！伤心的，伤心的，彼个你到底是安怎度过日子？我爱着你，爱着你。爱着你，我已经爱着，爱着。实在是真过分呢！我来找伊算账。不给，没给。爸，黄耀成、江浩文、王亚文，以前都靠你吃饭，靠你生活，今嘛安尼对待你，你叫我安怎忍受会掉？因要糟蹋我，我无要紧。我已经老了，也不过你是我的后生，我不准你去让人家你糟蹋，倒来给我，爸，倒来给我啦。一点仔委屈都无法度忍耐，以后要安怎做大事业，无论安怎，爱吞忍落来。
我伫咧路下拄到许国川，啊，你也去拄到伊？我安怎想也想袂到，伊较早是长兴集团的董事长，即卖煞破损，伫咧大日头卡摕扛棒做临时工。做临时工？后来江浩文、黄玉生嘛来啊，因就伫咧路下欺负伊、糟蹋伊，连伊较早的媳妇嘛有分的。文杰的情妇王雅文，哪样呢？我要去看文杰。娇娇，我知影你关心文杰，但不可以是因的家内事。阿姨，刚讲你袂烦恼许国川。